For Miss Night 去年以 WeGo 成功打开知名度，随后更是以 Talk and Talk 拿下出道后1322天的首一位。今年初以 DM 回归，延续了好人气。没想到 For Miss Night 在6月25号和因池原、瑞渊、彩印和知县五人竟然发生了车祸，导致了原定6月27号回归的 Showcase 被迫取消，也幸好五人都没有骨折，只有肌肉疼痛、挫伤等等。希望女孩们可以好好的休息，不要强迫身体，只有健康粉丝才会是最开心的哦。